唔該曬，梁校長、各位副校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、各位家長，大家早上好啊！咁啊，今日非常高興啦！每年呢個中華文化日咧，我自己好有好激動嘅感覺啦，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啦，中華文化真係成千上萬嘅歷史，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令到好多人好卻步。我覺得呢個中華文化日係可以咩咧？以一個好開心、好輕鬆嘅方式，令大家去認知中華文化。大家中華文化知唔知有咩啊？最重要嘅，我之前校長都有講過啊，仁義禮智信，其實呢啲就係好似好博大精深嘅嘢，但係其實係好簡單，即係尊師重道啦，孝順父母啦。我希望大家嗱，因為大家今日咁靚，我諗唔會自己買衫翻嚟嘅話，一定係有嘅父母去幫手係嘛？記住翻到去，我哋一定要多謝感恩父母對你付出，亦都要好多謝老師為大家嘅付出。咁其實今日咧，我哋嘅活動成功咧，除咗即係所有啲同學仔啦，扮得咁靚啦，另外好多老師啊，另外見唔見到後面有啲家長義工翻嚟幫手啊？我哋大家可唔可以用啲掌聲俾佢哋，好唔好？係啊，多謝曬。因為咧一陣間所有啲遊戲咧，都係啲家長義工去幫手，咁啊，佢哋用咗好多心機，我希望大家真係可以輕輕鬆鬆去感受中華文化。中華文化嘅傳承咧，好需要，知唔知係需要咩啊？係需要大家嘅努力，好唔好？即係喺書本上啦，喺唔同嘅藝術文化啦，頭先舞獅啦，好嘛？希望大家努力喺愉快嘅心情裏面迎接我哋嘅新年。喺呢度咧，祝願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進步。咁啊，多謝曬各位。